都不玩了，我要回东区。应该是早上7点多吧，我要去共寮。太郎先在楼下等我，他要做我的导游，就让他等一下好了。这只装一双鞋而已。走吧，走啊，看你经理。都在我身上。都给在你身上。都在我身上。哇，好久没有那么早起了，好早。哎呦，这货怎么乱叫？好，没事没事，来吧，我可以这样开。我右脸是我，是我的传说，是我的传说，是我的传说。你的传说？怎么走啊？我要自己 Google 是不是？你可以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其实我可以帮你导航啊。但这里不知道走哪里比较舒服，后面也要系安全带哦。好，毕竟现在你知道网友很可怕。你还没喝？我早上喝了一杯 espresso。基本上都在烙英语。不是啊，我要怎么讲？超浓缩咖啡。所以我这趟去之后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体验，这样。会吧，因为毕竟我没有离开过东区。不然你是住在台北市的。用词要注意哦。我正在想怎样比较好。好久，我想要回东区充电。充什么电？手机啊。我本人的电。我觉得我机能开始下降。没有，我们应该就是等一下去自由潜水。就 nervous 呢？你有潜过吗？我也没有。你也没有。没有。我比你还 nervous、啊。不是，我想说，我像天我很累，然后我就睡了，睡起来说，发型没变呢，然后就再维持一下，这样。然后现在没有工作找我，然后又没钱赚，可以找设计师抓头抓一颗，然后能撑多久撑多久。哎，好像是。对呀、啊，很硬，很硬没有硬，很自然，很硬起床就这样子。我每天早上起床就这样。所以等一下下水玩起来也是这样子。要下水了啦！教练们好。虽然我住这边住很久，但是第一次自潜。我们努力让自己在海里自在一点，对，优美，好，像个小丑。哎，小丑一样，像美人鱼一样。其实我没有想到自潜那么复杂，因为我有浮潜过 ，OK， 没有想到那么复杂。然后去先上一些课啊，然后拉筋，然后。学呼吸，我想有那么难吗？最后两口气，倒数第二口气，吸到吐8秒，然后吸最后一口气4秒，吸到。这要前面要做这些才可以下去。可以啦，可以啊，就是呼吸。3秒，6秒，然后剩半分钟的时候就。我们要对讲什么？不然我们现在怎么沟通？没有沟通。这个动作吗？对不对？它是这边在踢，不要变成小腿在跟大腿在踢。所以脚是伸直的。我们初学第一次，它可以多久？大部分的学生都可以到1分到1分半。大部分嘛，我们就少部分。就以人的生理学，你一口气可以憋4分钟没有问题。最紧的前女友的帅哦，我是 sexy 的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平常就是这样子。好。给我们放进来。我刚换衣服换的，我觉得我消耗1000卡路里，换太久了。
啊，走不完了，我要回东区。还是我现在转换心情，我把想法转变一下，其实就是把它当赌钱。心情就会比较好。这种 gay 掰的你都可以，不要吃了，我先帮你拿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开始敬佩大姐。好吗？我们超好，感觉如何？头发感觉没有湿了。啊？不管怎样，发型永远 always。Yeah！ 这是偶像的头发，偶像偶像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而且有越来越好玩，一开始下去蛮害怕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害怕，但现在后来就好了，就是有真的下去之后就会比较好。仓线吗？仓线大概9分。哇，这么高，不能给满，不能给满。阿东哦，大概7.5。谢谢，我再往上走一点点。以耳压来说的话，只有耳压，耳压，耳压，只有耳压，还有三手。我上厕所10分呢、啊。你刚才尿尿的，好干净，好多。走，哦，飞机到啦，领导啊。哎，对啦，来领导啦。领导有啥物好耍的物件？我到就是同款海边啊，海边啊。边啊，海边啊。有水不？水啊，就是一直拢是安尼。我以前是安尼哦，一直是安尼，为啥物去领导？你去看嘛，我到底做得到啊？到有啥物 special？ 哎，礼拜，啊，礼拜，礼拜，我母啊伫餐厅，哦，是要食鲍鱼，要先食鲍鱼啊？那是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食，食伫海底鲍鱼。哦，海底鲍鱼，哦，真个啥？无你是，你都讲啥物意思？我讲有 special 诶。被告，被告，我不能用啊！我家都在这兒。哎、欸，右边。我要。那你要直接停那里。我是要直插吗？对啊，镇住我这样。直可以直到这里。可以。你看一下车是吧？7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昌县家了。第一天蛮累的，我们在家昌县家休息一下，再看怎么样吧。可能就觉得这样子。就这样子、啊。对，跟我人生一样。这样子。反正就是我家，是哦，第一次来东北角之光，没错，东北角之光那么容易拿、哦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就是这里，是啊，哇，我们也算是海景第一排，这个很 chill 哎，对啊，哇，你是台湾的马里布哎，马里布，马里布，所以马里布就是这样，我没去过马里布，马里布就是海，然后开快一条路的家，对，家。对，高级住宅区，户都2-3亿的那种，一户2-3亿。对对对，我们这个可能200-300万就有。往右边就是芙蓉，往左边就是金沙湾。这边除了就是看浪之外，我们以前都会在那边跳港，就是那里，嗯，很好、啊。有没有兴趣一起来跳一下？都可以哦。好帅啊！这样你看一下，帅个屁！就走啊，走啊，衣服脱一脱就走了，不要脱了、啊，不要脱，衣服不能脱、啊，衣服不要脱，衣服对啊，就体验一下。你在怕什么？我没有在怕，我想说你怎么硬起来了？走啊，走啊，高丽菜，高丽菜，看到底是谁跟他去看？阿姨，你看有什么菜？修，来者。这次选昌县是因为我10年前认识他，我变成很蛮好的朋友，然后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有主持底，因为我其实不太会讲话，然后需要主持底，但是又很相处自然的人，就在这次昌县这样。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换做东？就是我名字有个东字嘛，然后大家都来我东区找我，哎，这次换我去找他们，
所以就是换他们做东。大家应该知道做东的意思，做东就是当老板你请客的意思，所以就换你来做东西。